这一次突然的话呢，出个消息，从了这个1120开始，因为有大陆的几个卧底的人被活埋以后，1127开始发动攻，开始发动攻击以后，到现在的话越打越厉害。他们这武器哪来的？说捡到的，捡到了有无人机，对，捡到的，有重装的，什么都有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就是说他们就是说是这个缅北同盟军呢、啊，他们在打的话，一方面要收服自己原来背叛的团体。另外还有借这个机会扩大自己的范围，老街攻下来了，现在准备攻拉叙，啊，他们要怎么呢？借这个机会扩大，因为这个缅北同盟军他们的这个主要的歌曲啊，讲中文啊，用微信啊，有什么中国移动这都不稀奇，他们主要的歌曲是我爱中华、啊。你们觉得很好笑啊、哎、他们自己拿了吉他唱的，现在同盟军还打出华人自治邦哦、啊、对啊，他是这样，现在要把缅文通赶出去，他就要自治邦，要给我自治，就这个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呢，那中国本身来讲的话呢，演习的话是秀肌肉，就跟你讲说你这个难民我也不会收啊，你打得再激烈的话，因为有中国一演习以后，那个军政府慌了的，因为他南部安山书记也有支持的部队也打起来了，所以我刚刚在讲，我说缅甸大乱是跑不掉，所以现在狼烟四起，对不对啊？各地的武装组织看到缅北，大家都蠢蠢欲动啊。对，整个国际环境就是因为军政府的印象给人的不好，就根本一点声援的力量都没有。然后中国现在的话就说你不要过来，难民我都不要。但是云南本身在备战之外，所有的学校都停课了。我们先要看缅甸的位置在哪里，他面对的是孟加拉湾，是非常重要一个海湾哈。孟加拉湾对面是哪里？就是印度。如果说现在来讲有一个港口叫皎漂港，就是现在你讲的这个反叛组织若开邦在那个位置，那中国在这个地方已经投资了很多港口，包括油气有一些管线从这边过去。如果说这个缅甸啊，这政府跟大陆来讲能够双方合作和平相处，然后他也愿意帮助中国来讲的话，不要破坏掉这条贸易管线，其实对中国的整个大西南地区是非常非常大的帮助。然后再加上巴基斯坦那边有一条，他们有一条油管是通到新疆，那可以避开这个油轮，就不要绕到马六甲海峡。所以你要从大局来看，那我们讲大陆他希不希望这个缅甸政府跟他比较友好，他当然希望我们两个来当好朋友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在这种状况下，我的邮轮啊，我的货物啊，可以从你这个皎漂港这个地方来进出。然后如果再结合上我们讲柬埔寨的这种渔营长，这个缅甸的皎漂港，然后再到巴基斯坦，然后最后到非洲的吉布地，哎，那个海上的思路就串联起来了。然后印度来讲的话，就完全被夹在中间，就完全没有办法有所作为。也威胁不了中国。那现在中国在干什么呢？我跟各位讲哈，闵行来现在有一个很困扰的地方，中国会不会打老街？不会，他围而不打。为什么要围而不打？你知道，就让你的缅甸的军队拉到这个地方来，这叫牵制。到这边了，你军队过去以后留在那边，我跟你不决战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跟你对峙，把你军队拉过来以后，你后面是谁的？翁山书记了吗？对对，在翁山书记会乘虚而入啊。所以现在闵行来在怕这件事情，就是说，如果说我把部队都调过去跟你在那边决战的话来讲的话，可是我又不能不把部队调过去，因为你现在围着老街，你这华北那个地方，缅北那个地方很多，说要成立华人自治区，我要不要派军队过去？老街是我当然要派军队过去。我军队一过去以后，就后面的是翁山书记有十几万人的部队就进来了，那闵行来就被推翻掉了。所以现在闵行来是夹在中间很为难的地方。那中国现在有点像什么样子？就是说，哎，我们两个是好朋友哈，对不对？可是哈，你看看我这边有一把，我这边有飞机，我这边有大炮，我还有军舰，我们来友好访问一下。南部这边军舰过去了，北部那边陆军演习了，那你想想看，对这个闵行来威胁有多大？他又不得不把部队调往北边，北边这边在闹。在这几个缅北地区讲穿了就是要独立了，就是成为华人的一个这个，甚至于要他要求，甚至于是独立建国。所以你觉得呢？这个军政府还撑得下去吗？接下来真的会这个军阀各据山头，会分这个？其实哈，也没有说到军阀各据山头。你要知道缅甸哈，它南部那边是缅大缅族，然后北边那边其实是中国的各个少数民族，最多的就是华人那一族，就是这个我们讲那个谁叫果敢那一族，他现在已经叫华人帮了。那他们缅南大缅族经常欺负他们，
他不可以上大学，他不可以从事公职人员，他等于说两种待遇，所以那边人当然就反抗啊。那反抗来讲，他现在要求就是说，我既然有这个能力，我现在要独立建国，那缅甸军政府闽南来就要派军队去镇压，去镇压的同时，他也煽动民族情绪，所以说这个爆炸案啊，大概就是缅甸的大缅族的人，他们的定义是说，我们被北方的大国侵略了。对，当然中国角色为什么那么重要，主要就是因为这个中国饱受这个诈骗之苦啊，这个每年这个就是中国人到缅甸去骗中国人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这个问题一直想解决，但是不断的请缅甸这个军政府来帮忙，但军政府置之不理，因为是不是收了很多保护费呢？是是是，跟这些这个诈骗的这几大家族，对啊，就是有这个挂钩嘛。那真的不止两亿。不止两亿美元，那真的不止，绝对不止两亿美元。他确实是这样，缅甸来就是收那个诈骗集团的钱，对嘛？所以现在那既然，所以他就派军队去保护他。同盟军打出了这个口号啊，你说怎么能够这个让中方或是就是一个历史机遇吧？是不是也算一个历史机遇？一开始我以为是个笑话，说什么我们要决心打对啊，攻打诈骗，用枪跟炮，对不对？后来连那个无人机、直升机都出来了。我就觉得奇怪，缅甸同盟军说要去打诈骗，这个有点不太合乎这个逻辑哈。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，真的很有用啊，所以要分享给大家，那就是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哦，吃了两三天，真的有明显的感觉，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喽。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，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，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。因为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，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。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，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，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非常的强大。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。而您知道吗？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，克菲尔益生菌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种的平衡，这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于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，真的是很有感。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轻轻松松，没有负担。每日克菲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feel good，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，也记得输入推荐码，有额外的折扣哦。